被公认为双金颁奖典礼零负评的主持人，让我们欢迎雅雅一日店长黄子佼佼哥。佼哥好，然后佼哥我们先在前面，然后跟现场的哦，让我们媒体朋友捕捉一下画面好吗？哎，我发现佼哥今天穿的跟雅雅是一样的颜色，哎，是有特别搭配过的哦。好，我们呢赶快再来拍一下。好，我们右方的这个媒体朋友非常多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那佼哥帮我们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好吗？中间的来准备哦。哇，这个是非常这个带颜色、带表色都穿在身上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哎，这边再帮我补一张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好的。哦，我们等一下都还有机会，那我们也请雅雅一日店长来跟现场的媒体朋友打声招呼。好，谢谢戴戴，各位长官还有媒体朋友，大家辛苦了，很热哈。这个 OKR 有没有出防晒油或者是那个？董事长，等一下，你们应该要多开发一点。你看，像今天这种天气，很需要防晒乳。但是真的很荣幸能够，其实我不只是跟吉祥物一样，你不觉得我的衣服很像玉米吗？就这颗粒，我其实是穿玉米 ，OK？ 玉米哦，从袜子、鞋子到手表，哎，不，当然也跟它很像。是的，哎，原来今天是玉米。是的，就是很玉米的颗粒状。玉米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出来，还太小，对不对？尤其像这么热天，我真的有考虑了。刚刚本来想跟那个借一下婴儿，他们就跑掉了。借一下，充当玉米是吗？借一下，哎，哦，看到了。好，我知道呢，我们佼哥在 FB， 通常呢，你发文都会有个题目，所以我想今天如果要发文，题目应该是口腔。当然，其实我们在生完小孩之后啊，第一个购物欲都很低，但我有看到小朋友的东西哦，真的跃跃欲试，会去研究，包括我的保姆也会教我很多。然后呢，认识到对的品牌很重要，因为事实上帮小孩打底有很多方向嘛，不管是所谓的比较务实的经济面啊，或者是教育面啊，当然还有健康。我必须讲，我小时候就是一口烂牙。我在出道以后呢，可能大家回头去找三十几年前的影片，我张开嘴，等一下，走得到吗？都被我大概剪取完了。我也觉得应该都已经下架了吧。然后呢，都会有一些黑黑的牙齿的牙垢这样。后来我的经纪公司就希望我去整牙，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，才调整成现在的样子。因为口气清新很重要，人际关系。再来呢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真的要人命。要人命啊！去看牙医，心里很痛苦，会觉得不舒服、不愉快。所以我很希望从现在帮他打底。结果我就认识了 OK。然后认识了 OKWELL 之后，我才发现也有大人的产品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自己上网买的哈。因为他们没有送我大人的，他们都全部都送玉米的，全部都是满满的。然后我也，我其实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 sense， 我不知道小孩子这么小，在零岁以下开始就要做口腔保健，甚至还有口腔四部曲。所以呢，这些都是也让所有可能跟我一样的新手爸妈了解。那当然很多的小小孩的或是小孩的家长呢，到十二岁以下都欢迎多多的利用 OKWELL 的系列产品。好，哎，刚刚我们的一日店长有讲到说口腔四部曲，对，四部曲，就非常的好奇，这四部曲是哪四部曲？其实跟我们大人的异曲同工了。第一步当然就是用牙线清除一下牙缝里面的牙菌斑或菜渣，那接下来呢，就用牙刷搭配牙膏，然后再处理一下牙齿齿面的一些牙菌斑或者是细菌。那第三个就是用漱口水，大概30秒，那小朋友就用沾的，也是清理一下我们刚刚没有处理掉的一些其他的细菌。最后呢，当然就是我们有口腔的喷雾，可以保护这个维系它的这个防。玉粒哇，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哎！这个，但当然现在玉米才11个月，对，有些步骤还用不到，我们现在还是用粘的比较多。可是这是我们的日常。这是我们现在每天的日常，也是你们未来的。对，而且我帮他清洁口腔的时候，他都不哭。太太一帮他清洁口腔，他就哭了。哎呦，爆料了！真的，我用影片作证。我帮他擦的时候，他很乖，他很享受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不喜欢我太太帮他清洁口腔。所以今天是我来，谢谢。可以。今天这个请对了，对，是的。好，那既然呢，我们一日店长这么熟悉这个四部曲，我们要进行一个挑战，怎么样挑战？就是呢，我们直接在台上展示这个四部曲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。没问题。OK， 接受挑战是吗？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来送上我们的这个道具。那用谁的牙齿呢？老板呢？你借我一下，帮你清洁一下。我们家在好，我也是后来才发现OKWELL也有大人的漱口水，对不对？大人的牙膏，太棒了。那我们这个哇，可爱的吉祥物来了。对，这是 P113也来到现场。他本来。就这么高吗？还是配合我？很多吉祥物都很大只，配合我。太可爱了。
好，那我们就一边，你还要你要干嘛？你不是只看我表演？因为我对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简单，他来当小小观众，就是、打我是不是？他是跟你 say hi， 有啦，我刚刚在旁边已经看到他了。我想今天第一个台北市中暑的应该就会是他，今天实在是太热了，他辛苦了。好，我们看电影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呢要边示范这个四部曲，好期待，好期待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加入一个快问快答，一边做还要一边问答，对，增加这个挑战。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牙齿现在有一些脏污哦，谁家小孩发育的这么快？对，牙齿都长齐了。OK， 准备来吧，来准备哦。我们挑战开始。好。哦，先清那个牙线，刚刚讲牙菌斑嘛。第一步。菜渣嘛，利用牙线哦。没错。好，来问题来喽，请问欧佩尔欧佩威尔的专利防护技术是什么？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P13 Plus 的抗菌生态，太厉害了！那这个抗菌生态呢是非常温和抗菌的哦，那可以帮助我们小朋友在不刺激的状态之下，去至少对抗40种以上的细菌。40种以上的细菌哦，太厉害了！掌声一下，哇！这个是牙刷跟，这个要手脑并用呢。对，牙膏、牙刷的部分，好，清洁溜溜，清洁溜溜。一下子就可以把它清掉了。其实是电动的哈，但我们家玉米还用不到啊。我来示范就好了。好，因为其实小宝贝他有喝奶，吃一些副食品，其实口腔也是要照顾的。什么菜渣、水果渣都有，都会在里面的。好，那我马上要来问一下第二题喽，请问。蚕豆症的宝宝可以使用吗？可以的，因为有很多大家都知道温和不添加，这是品牌的中心思想啊，同时也是低敏性的。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不含酒精，这是小朋友的用品真的都不能有这些东西的，或者是防腐剂。那基本上欧克威尔都做到了，几百分呢？100分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第三阶段，对不对？好。因为现场不太方便直接用这个漱口水了，它粘得太紧，刚差点掐到。好像我们家现在也是都用粘的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产品。我也是，儿童的牙齿、婴儿的棉棒哈，因为它真的不可能像我们大人一样漱口60秒，所以小孩就要用这个用粘的。好，你继续。好，我们一一的清洁 ，OK。我们家现在只有4颗牙了，4颗牙，所以很快就结束了，5分钟就处理完。那你觉得你跟你老婆在清洁她的口腔有哪里不一样？为什么玉米总是会哭呢？我也不知道因为她可能有，她会认人，她可能欺负妈妈。知道爸爸比较了解，爸爸还要出来晒太阳赚钱，要对我好一点。真的很聪明，从小就长聪明伶俐。喷雾其实我自己工作都需要，因为我们常会近距离讲话，我都很希望我的嘉宾都不要闻到我的口气。是的，口气清新，清新的。其实是口腔也是反映身体的不适嘛，所以的这个口气清新很重要。小朋友也是持续的来抗拒，然后持续的来保护自己。好，那最后一题我就要来问，请问几岁的小朋友可以使用呢？刚刚就讲过，0岁就开始了。对，0岁就开始了，从就要开始保养口腔，一路到长大啦。那我们也是顺利的结束了这个四部曲，有没有觉得有点辛苦？非常辛苦，手脑并用，还有眼睛协调，怎样？你要不要去补个妆？我太热了。我们两个现在都满头满脸都是汗水。请不要特写我们，对，特写店长就好了。你都磨到光嘞，搞呢，都不会流汗嘞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请工作人员呢先协助将我们的这个。先端下去。这个4部曲啊，有很多很多的巧思的创意的产品都在店头里面。这个快闪店从今天下午试营运，整个连假欢迎所有的家长小朋友一起来玩。后面还有球池。是，等一下我们一日店长活动结束之后就要开始了。没错，最重要的是里面有冷气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也请焦哥呢先可以休息一下，谢谢。好，那一日店长结束之后，我们的雅雅乐园就要正式开幕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拿着这个牙齿，山峰的牙齿。好，待会我们现场倒数5秒钟，然后请两位长官呢倒数一的时候一起才就去启动我们的仪式哦。好，我们5秒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。华山快闪店雅雅乐园正式开幕，呜呼！是的，来，我们请两位长官呢靠向前方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右手边，来准备哦，3、2、1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，来准备哦，3、2、1。
一产品呢，都有一个神奇的东西，叫做 P113 Plus 抗菌生态。所以听到这里呢，一定会有很多朋友，P113 Plus 抗菌生态是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它其实呢是取代我们抗生素所产生的一个天然抗菌的方法。我们里面的产品通通都有这个神奇的 P113 Plus 抗菌生态，而且呢，我们还通过了美国 FDA 临床二期的试验，还有台湾 SGS 的检验。在全球呢，我们有超过22项的专利认证，是不是要来个掌声？哦，非常厉害，呜呼，还有欢呼声，哇！所以我们欧克威尔啊，不仅哦是有一个低刺激性、高抑菌，同时呢可以大幅的降低哦我们的蛀牙、牙周病，还可以消除口臭。在大朋友啊、小朋友如果都想要守护我们口腔健康，都是非常棒的选择。所以啊，我们也有一个育儿口腔守护神器的称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这边团队哦，有特别设计一个儿童口腔四部曲，待会呢要来跟大家分享。同时，今天在现场也是我们哦实体的快闪门市，我们首次呢进行这个快闪实体门市，我觉得应该也要来一个掌声，耶！太棒了，今天呢大家都见证了第一次，所以我们也要成为口腔的 No.1。今天呢，在这个那么特别的日子里面，我们邀请到一个神秘嘉宾来到现场。不过呢，在邀请他正式上场之前，我也想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在场的各位贵宾。那在请唱到名的各位贵宾呢，可以起身跟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挥挥手。好，首先让我们欢迎 OCARE 林孟德董事长，欢迎，欢迎林董。接着，让我们欢迎康博股份有限公司王龙煌董事长，王董事长，欢迎。好，接下来继续欢迎米奇创新有限公司 Austin 好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继续欢迎到凡泰研究创新有限公司李国玉董事长，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还有王颖爵代表，欢迎您。好，还有徐慧琪代表，你好。接着呢，让我们继续欢迎到佑泉保健药妆侯克玉采购，欢迎你。最后呢，是我们冠神医药高英华贵宾。好，我在后面比较低调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好的，那谢谢各位贵宾呢今天的参与哦。哦，还有一位哦，让我们呢欢迎东河数位行销有限公司戴勤敏代表。在后面，你好，欢迎你。好，谢谢我们各位代表呢，今天哦，我们一起出席，共同见证我们这个实体门市的开幕。那么现在。